成为这个，我要成为这个。吓我一跳。小凯文，你在干嘛？艾丽，我想变成汽车。啊？人怎么可能会变成汽车呢？我想好了，你看。啊？哼，画倒是画得挺不错，挺可爱。不过是不可能的啦，不可能。为什么不说话了？哎呀，你怎么突然哭了起来？啊，那这样吧，这样吧，虽然我不知道怎么能让人变成汽车，不过我知道有一个地方能把我们想象中的汽车变出来。我就知道那个地方是哪儿。那我们出发吧。艾莉去哪儿？凯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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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一家。小凯文，这里就是能把你想象中的汽车变为现实的地方。是什么飞过去了？啊，小凯文，等我一下。小凯文，这个汽车真的帅呆了。艾丽，这哪是汽车呀？艾丽，你来看看。汽车上面有块钟，轮子上面挂着音符，还有海洋球，明明就是儿童乐园，快让开！哎呀，说什么呢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这里可不是什么儿童乐园，这里是可以把想象中的汽车变出来的地方。哎，真是的。艾丽，艾丽，这里原来就是生能汽车啊！艾丽，艾丽。艾丽，在车里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才行。哎，这种汽车的动力不是一般的汽油，而是声音，用过声音的能量来推动汽车运行的。要想跑得快的话，就一定要这样大声的喊出来。痛快的玩吧，快点玩，这样汽车才能走动。好有意思。小凯文，据说这就是能够飞上天的汽车。那么你准备好飞上天了吗？当然了。那么出发喽！出发！哇！小凯文，我们真的在天上飞呢。艾丽，这部汽车有个特别的地方。是什么呢？为了避免吓到天上的动物，车身特意做成了鸟的样子呢。那么上边的气球就是能够让汽车飞得更高的装置吗？当然了。哇，我居然坐着汽车飞上了天。哇，扭蛋机，我也想玩。小凯文干嘛呢？我想玩扭蛋机。哦，小凯文，这个可不是什么扭蛋机，这个是汽车了。这个汽车是我们特别需要的。那是什么车呀？这是城市观光游览车，就是旅游的时候坐的车，是不是特别神奇？哇，真的好想钻到里面呢，对吧？既然我们现在要去旅行，我们就坐最前面的车吧，怎么样？好吧，知道了。不过这个还真像葡萄呢。啊，葡萄啊，还真是呢。没错，那么我们赶快坐着去旅游吧。你想去哪里？我想去南山塔。 OK， 好的，南山塔出发。哦，这就到了，真的好神奇啊。对了，我们得听一下南山塔的介绍。还有，这车有一个特别的功能，就是韩国人坐这辆车的话，他就会用韩语介绍，但是美国人的话就会用英语来进行说明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去哪里呢？景福宫。好的，走喽。哇，好开心，这又是一种新的汽车呢。小凯莉发信息了。不行，艾丽，要是在这里玩手机的话，后边会出现一只大手把你的手机抢走哦。什么？这只大手？
会抢走我的手机？不行不行，这样可不行。对呀。对了对了，开车的时候本来就不应该看手机的，差点忘了。谢谢。嗯。哇，不过这个汽车里面的大手还真的好神奇呢。哈哈。现在我们向右转，对吧？不对啦，是左边。是右边了。是左边。是右边。左边。右边。左边。右边。左边。啊什么呀？这些锤子又是从哪里出来的？哦，怎么回事？这里怎么会有汽锤？刚才我们不是吵架了吗？车里的大锤子就会砰砰砰砸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吵架。哎呀，哎呀，那么我要是一直吵的话，汽锤就会一直砸个不停，是吗？这怎么行？小凯文，对不起啦。我也道歉。我们不要吵架啦。那么，就去你想去的地方吧。啊，那么，我们就往右，往右拐喽。再拐。哇，果然我们不吵架，汽锤根本就不动呢。我们以后不要再吵架了。我们现在高高兴兴的开车吧。好的，安全驾驶，安全驾驶，安全驾驶。哦，小凯文，朋友们想象中的汽车真的是太帅了，对吧？等等，啊，但是我想象的汽车更帅哦。他这是怎么了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亲自坐一下小凯文想象中的汽车吧。那边，哪里？好，那边，好，走走走。老师，我想坐汽车。哎呀，先跟老师问好。啊，老师好。老师好。我叫小凯文老师，我来坐车的。我叫艾丽，我们是来坐车的。那么请坐在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坐吧。啊，好的。啊，哈哈，我们终于开始坐了。老师，这个怎么坐呀？哦，用这个玩具模块，一边粘，一边做出你想象中的汽车。好，那现在小凯文，你看好这里的工具，用需要的来制作你的小汽车就可以了。哥哥有哦，很有自信嘛。我的呢，要用黄色的酷评，咚咚咚咚，喜爱朋友们的爱心，在上边弄一个爱心。带有爱心的汽车上哪里找啊？噔噔噔，然后呢，再用工具中间挖出来，对，这样挖好。然后换成红色爱心，我完成了，哒哒，在我喜欢的黄色的汽车上边画上红红的喜爱朋友们的笑脸，还有橘色、蓝色这样的车轮子上哪里找呢？要是跑在路上的话，估计回头率没得说了。我也做完了。哪里哪里，我看看。加加，哟，小凯文，这次你真的做得很漂亮，很可爱。就是吧。朋友们，你们看，小凯文，你站一下。朋友们，你们看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好，小凯文头发的颜色，小凯文的上衣，然后轮子是裤子的颜色。哒哒哒，哇，做得真好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老师，我们现在用玩具模块做好了心想的汽车，这就结束了吗？你可以把它拿回家给父母看呢。妈妈妈妈，好，那我们听老师的，现在就把我们自己做的汽车拿回家给爸爸妈妈们看了。再见了，妈妈，我做了小汽车，快点。